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跟你录一份口供。你们讲什么呀？因为他爆粗口，对吗？有没有？然后呢？我在问你有没有对，不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了吗？有还是没有？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就问你。你要 我要去警察局，你要我说几次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来调查，是因为你对护士爆粗口的那个案件，交通意外组的。等你出院了，你去警察局。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我被他撞了，我在地上待了20分钟，我都说我没事儿，结果他都没扶我一下，我生气了，我说你起来，要么你给我5000块钱，要么你送我去医院。他说好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到了医院开始，让我在这儿。严重的等了3-4个小时，脚的问题，他是故意撞我，他是故意杀人，所以你不要录口供是吗？对，如果你去不了的话，我也去不了。我去的话，叫所有的全新加坡的警察过来吧，我去不了，除非我现在您推着我去警察局，把交通的那个撞我那人也叫过来。可以叫我们这么做？